大家好，我车上的朋友说我的脸黑就黑，因为呢我想拍一点城市的景观给大家看，而且镜头有可能比较晃动啊，所以这个请大家原谅。那么我要讲到现在啊，这个大家都喜欢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有时候啊我们发现我们的知识啊很丰富，那 Google 一下什么都知道，有时候我们觉得还是知识很短缺，我们不知道哪一些景观值得我们去看，所以在这个时候有很多杂志啊就是为了他们的市场，为了他们的营销，开始就编出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你一生中间最必须去的50个景点或者100个景点，那么这个很多的旅行社的朋友跟我说啊，你跟那边跟这个游客说这个景点怎么怎么好，大家未必有兴趣，但是你告诉他说这个景点是排名全世界多少多少名，大家兴趣就来了。我今天要讲的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就是无论你是一辈子100个景点还是50个景点甚至10个景点，你可能都应该去。这个景点叫巴塞罗那。巴塞罗那是在什么国家？大家都说西班牙，也许几十个小时以后它就不再属于西班牙了。那么在过去几天，西班牙的警察在努力的像中国的国宝大队一样的阻止加泰罗尼亚的居民去参与他们的公投。结果呢，公投结果出来了，今天你看看全世界的媒体，90%的居民都赞成独立。但是加泰罗尼亚它真的有了独立的地位吗？未必，因为由于警察的干预，而且有很多居民未必赞成独立，所以这一次参与投票的人没有过半，而投票的人又达到了90%，这就会不会影响到西班牙的宪法危机呢？西班牙到底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国家更好，还是让长期困扰西班牙的这个加泰罗尼亚的独立的冲突更好呢？我们知道冷战结束以后，或者说二战结束以来，全世界的国家越来越多，原因很简单，民族要独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但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间，很多国家又发现当一个小的国家的居民未必是那么有利，尤其是你的语言如果使用的人比较稀少，那么你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间，你可能你的影响力就会大不如前，竞争力也会下降。而且独立虽然是很多民族很多原本就是独立的国家的一个基本诉求，但是独立以后所造成的贫困，所造成的竞争力，也同样来困扰到很多独立的国家。所以强大的国家，统一的国家又成为另外一批人的这个诉求。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加拿大也出现了魁北克独立，而魁北克进行公投的时候，我专门赶到了现场，那一次没有通过，即使是魁北克的公投通过了，他也未必能够呢这个完成独立。因为加拿大的宪法规定，如果一个地区一个省或者一个特区，那么他通过公投的方式投票通过独立的话呢，要另外几个省份同意。不过对于加拿大很多使用英文的人来讲，其实早就厌倦了魁北克独立的问题，因为魁北克为了追求独立，加拿大联邦政府为了拉拢魁北克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是，首先从政客的角度来讲，几十年以来加拿大的政客基本上是由英裔的人，法裔的人担任，而不是英裔的人。另一方面，每一年国家的财政要给予魁北克很多的补助，
而且为了安抚魁北克的人，加拿大的联邦的任何的文件都必须有英文和法文。但是反过来讲，在魁北克呢，可以只用法文。对于大部分的英文的官方机构来讲，却承受浪费，因为使用法文的人毕竟在加拿大是少数。甚至为了使魁北克的人得到心里更好的安抚，在加拿大的首都的渥太华有一条河，河的两岸如果在英利的地区安大略省建了一个房子，那魁北克省也有一个联邦政府的房子，这样一等政治的平衡并没有影响和阻止魁北克人追求独立。但是呢，魁北克人可不完全是住在法裔的人，也不等于法裔的人都一定追求独立，所以呢，几次投票没有过关。现在魁北克似乎是独立的声音平息了。那么通过魁北克这个事情实际上证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你即使是尊重一个民族的文化，尊重一个民族的经济权利甚至政治权利，也未必能够完全阻挡得了人们对独立的追求。但是通过和平的选票的公投的方式，毕竟是解决一个地区独立的一个最好的方式。西班牙为了一段时间将是会出现动荡，因为刚才我讲了他的投票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结果。一方面要求独立的参与投票的人已经超过了90%，但是另一方面参加合法的公投的人数只有40%多。不过昨天参与投票的人已经200多万，这个地区整个居民是500多万。巴塞罗那就是他的一个首府，及他下面直辖都几个省，在整个西班牙的这个国家加塔罗尼亚，他实际上享有了一些比其他地区更优先的自主权利。但是对于这里的居民来讲，他们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中间饱受西班牙语使用者的一等权，饱受他们一等，简单来说就是一等压迫。尤其是在西班牙革命之后，西班牙的这个独裁者啊，大大的压缩了加塔罗尼亚的他们自己的权利，这就是使这个地区的居民感觉到饱受侮辱，他们一直在追求独立过程中间。但是这样一个地方未来如果西班牙的政府不同意独立，那么除了过去几天我们看到的警察就砸了那些投票所，就阻止那些投票的居民，未来会不会发生流血的冲突呢？现在还很难说，这种可能性是会存在。不过我注意到了美国白宫的发言人的讲话，他是这样说的，说美国支持的是一个强大和统一的西班牙。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是美国并不支持这一次的公投。对于美国这么一个世界警察来讲，阅读的国家的分离给世界上的和平和安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再过一个月，再过两个月，或者再过一年，你还知道巴塞罗那是属于西班牙的还是属于一个新完全独立的国家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去巴塞罗那这么一个景点去旅游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防止抢劫，防止偷窃，而且他们有时候价钱还欺骗你。谢谢大家。